在这一个图，它告诉我 AOC 这一边是160度，然后 BOD 也是160度，这一边这一个也是160度。他说 BOC 呢是三分之一 of AOD，OK，就是说我的这一个 BOC 是整个 AOD 的三分之一，我让我的 BOC 是 x，OK，所以在这边我 let 那个角 BOC 等于 x，OK，所以我的那个角 AOD，AOD 这边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它那个三分之一 of AOD 的时候，它的 AOD 是 major 的还是 minor 的？我们不知道，major 还是 minor 的，我们不知道。AOD 是这一个 AOD 还是里面的这个 AOD？我当然是这个 major 的吧，OK。所以我的这一边呢，就会变成160加这一边这一个部分，这一个部分是160减 x，因为它整个是160嘛，所以它这一边呢，这一个是160加160减 x，也就是320减 x，所以我的 VOC 等于三分之一 AOD，角 VOC 等于130。角 AOD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30，320减 x，我把这一个乘上去，它就会变成 3x 等于320减 x，然后我把这个搬过来，3x 加 x 它会变成 4x，4x 等于320，所以我的 x 等于320除4等于80。So 如果它是80的话，我 check 一下啊。我的那个角 VOC 等于80度的话，那么这一边是80，这一边也会变成80，160减80，80嘛，OK，160减80，80，所以我的这个角 AOD major 会是等于160加80。等于240，三分之一 of 角 AOD 等于三分之一乘240，还是等于80，也等于角 BOC。对了，OK，如果我的 BOD 是这一边呢？这一个，假设我的 BOD 是在这一边呢？OK。假设我的 BOD 是在这一边的话呢，哇，这个就有难度了。OK，AOD，我的那个角 AOD，角 AOD minor 呢，会是等于360度减掉那一个 major 的，这一个是 major 的。OK。角 AOD major 的，所以它就会变成360度减320度减 x，所以它变成360度减320度加 x，所以它是 x 加40度，所以我的那个 BOC 就 x 等于三分之一 x 加40。3x 等于 x 加40，然后 x 2x 等于40，然后我的 x 等于20度，OK，x 等于20度，我的 x 等于20度的话呢，就是说我在这一边，我这一个 x 是20度，那么这一边这一个就会变成160度减20度，然后它就会变成140度。OK，
然后我 check 我的那个答案的情况之下，我的那个角 AOD minor 的会是等于360度减掉160再减掉140，减160再减140，所以他拿到的是60度。然后我的三分之一 of AOD minor 的会是等于三分之一乘以60度，也等于20度，也就是角那个BOC 的20度，所以题目没有告诉我 AOD 是哪。major 还是 minor 的啦，就 AOD 罢了，就这一边是 AOD，可是它可以是 AOD minor，这边是 minor，然后另一边是 major，这整个这一边是 major，所以这题我自己个人接受 BOC。我自己接受两个答案了，80度跟20度我都接受了，OK，所以我的角 BOC 等于80度，OK，然后这一个角 BOC 等于20度，这一边我的度补上去一下，三分之一，320度，80度，好，就是这样。